哦，这边那我没有蜜蜂在走动了，听到了蜜蜂的声音。我看这边附近啊，可能会有蜜蜂的出现。往往这个蜜蜂呢，就可能会做巢呢，做窝呢，可能就会做到这边，这个土里面。那我们看一下哦，那树底下呢，最有可能是做蜂巢的地方，因为树底下呢，它有树根啊，会空出它那个土啊，把那个土呢，会可能会存在一个那个窟窿。那有可能的话，就是在这个树底下，我们的蜜蜂就在树底下面生活了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哦，这边真的就是有一窝了，这边有个洞，看一下这个是老鼠洞还是蜜蜂洞哦？这上面是一棵大树，大树底下正好，这边都好几个洞。那你那个看一下，这边里面有蜜蜂啊。这边我们这个山路啊，走了一个多小时哦，也找了大半天，那终于找到了这边山洞里面。泥土里面有一窝的蜜蜂，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取出来，看一下里面究竟有多少蜜，大家关注哦。